介绍这一台座上型的冻肉机，它这台有一个好处就是盖子可以打开嘛，让你方便好清洗，挡肉片哈、哦，让你的一些碎肉不会跑到马达这边。先开店哦，我们来试好那个排骨，我们会有厚跟薄，然后它里面有带骨的话。这个位置就是让你放骨头的地方。我现在模拟那个，这就是排骨哈，我丢、哦，有看到？有看到吗？它的这个滚轮，它很有弹性的，可以伸缩，它间隙很大。好，我现在两片哦。哦，它的间隙越弹越开。现在三片哦，非常的好用。